你个卖干娘们，一天到晚的好吃懒做，我那么辛苦，但还没挣钱啊，饭还没吃呢，哭什么哭？有脸哭吗？你再给我乱花啊，我就跟你分手。亲爱的，你在跟我说话吗？亲爱的，衣服已经洗好，请问还有什么要吩咐吗？好，你歇着啊，马上去做，马上去做。看你后面那个在挑口红的妹子没有，你去搭讪她，你说你有没有看到一封信，她肯定说什么信，你又说绿色的，你的微信学会了没有？学会了。好，去吧。嘿，哈喽小姐，你有没有看到一封信？选择我们公司，我投了十个简历，只有你们公司通知我。你期望的工资只有5000，我说10万你也给不起啊。也是。哎，你最近做那个创意不错呀。啊，那网上抄的。哦，那以后多抄点。大家说个好消息啊，恭喜瑞子升职加薪，鼓掌。这是我应得的。工作没做完为什么要走啊？因为懒啊。你今天为什么要加班呀？因为你们都在。有毛病吗？好像没什么毛病吧。六号，太冷了，这啥天？六号、啊，你是不是又穿我裙子了？没有，我穿你。嘎吱窝撑开线了，知道不？啊，我今天出门一穿嘎吱窝往里灌风，灌风能理解不？我不是喜欢自个一个人在家那种刺激，没成想撑开线了，你说尴尬。你吃饭没呢？我吃。缝好了，这缝好了，咋撕撕不开？看见没？看见没？看。我弄错了，我指定能缝上，我真能缝上。起来，滚！站住，小伙子，你知不知道有一套从天而降的掌法？你踩我脚啦！由上海开往沈阳的高1258次列车马上就要起飞。不好意思，说错了，马上就要开车了。哎，美女，你的手机。我不给，我不认识你。啊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签微信也不给。哎，我是。微博陌陌也不给。不，你怎么我不给你，你是骂我咋的？哎呀，我是说你手机被偷了。被偷了？咋偷了？我不告诉你。我不告诉你。老公。哎，老婆回来了。我给你买了双 AJ。哦，真的吗？我。你要奖励我一下。哎，老婆你说吧，要什么奖励？你给我发个520红包吧。嗯，行，问题不大。哎，发个520红包多简单的事情，老婆你看好了啊！哎，你看，给你发过去了，我的 AG 呢？你的 AG。